我左手边这边嘛。对啊，我带白羊嘛，我就毛总，我敢，我要教育毛总教你啊。无啦，这跟阮迄只迄车拢同款，只是即摆想阿婆看袂到尔，无紧。我想看，安尼啊。你这台娃娃车起来，换你用可以较顺哦。因为我平常我塞只通宝。我职业小赛。哦，对啊。迄阵远征拢你也在赛啊。对啊，我坐伫后边咧困。拄高雄到玻璃咧。玻璃。然后新竹、彰化、三位、台中，哎，咱以前远征上高的新竹，天旋嘛，像安尼冬天，啊，以前去到到外县市无，有诶所在敢若有一种类似民宿安尼小，就是家己处理一种小旅馆安尼，热水器无，储水箱拢无够，你前头一个啦洗完了，第二个要洗诶时拢无烧水，上无爱等要一点钟到烧水通洗。最近咱搁咱是毋可以当小块有只野营的，外观上讲足久无看野营，然后感觉好像。可以再演一下喽！那一种嘛，最厉害了。哎，好好，那么困难去，啊，一个表那么困难去。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时间嘛，87年。它这边比较像是那种小型的戏院，啊，有点像二轮片那种概念。这里应该是那种接待的地方，就是买票啊什么的。以前都还是手动的，就是撕那个票根签名。对啊，嗯，对。那桌上还有一些遗留下来的票根。然后这种老旧的戏院，其实他们墙壁上都会贴这种微早期那种港片啊、剧照，这都是很早期的那种电影。嗯，这个位置好像之前应该是有供奉神明的。这是安身位的地方。嗯，这里还有写贩卖部，所以我们刚才拍的那三张桌子，都是在卖那个电影票。嗯，哎，这是骨头吗？是呢。是骨头，嗯，怎么会有骨头？那要注意一下地板了。声音进去一点，哎、欸，有怪声呢。嗯，好像磨铁声音。你们看那里，有风在吹，然后那个一直在飘，很忙。你看它上面，整个都变这样了。蝶顶管家，快快！好像波动轮子。再看一下，说不定等一下又发现骨头。这时间久了，然后里面都漏水。我在想，会不会是上面的那个消防的那个水管，可能后来有破裂？你看上面那个黑黑的，很像就是那个烧过的痕迹。然后它水破裂之后，这边全部都积水，就是我这边这个区域。
到现在都还在滴水。确实很像有烧过痕迹。对啊，它那个层板里面都是黑色。嗯。对，我现在先进来一下他这个戏院的里面这里了。有一种很阴凉的感觉。OK 哦，可以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当时这个座位上满满的都是。那就因为一场火灾，然后导致带走了人命，然后遗留下残破的现场。哎，可以了。我是那个地方哎。一直有那个金属的摩擦声。就是那个窗户那边的。嗯。好。过去看一下。嗯。哦。小心小心。安坐，安坐，小安坐，让他坐着，让他坐着，我就让他坐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边这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让位置。